Hello， 大家好，我是凯瑞，那欢迎收看今天的《星界神话》。OK， 那哇，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攻略乌贼呢？很抱歉，大概是没有那一天了。好啦，最近因为真的比较忙，所以星界都没什么时间开，我们也只能一直玩活动。对，怎么办？推不了进度啊！算了，没关系。我觉得其实玩活动也没什么不好啦，只是有点怪而已啦。对，然后再来就是最近啊，忽冷忽热的，大家自己要注意啊，好不好？拜托。对，像我就是那种体质容易因为气候变迁然后就出事的人，所以最近其实非常难受，前几天中暑又发烧，然后现在好像肚子又不知道怎么了。对，应该说肠胃出问题才对啦。啊，那我们对，就是来看一下这一次的活动的触发任务叫什么来着的？最近王城到处贴张贴了这样的传单，为了庆祝国庆日，喵喵商会要在喵喵仓库举行大型寻宝活动，可以去奇幻仓库里面挖宝。特走，还有一个心烦意乱的骑士，这个没办法那个引导路径在哪里啊？等下这个预言之轮下绿地在哪里啊？喵喵仓库，阿西迪德维，哦，官方说要手动跑啊，靠呗，好像是在这附近吧。应该是在这里面呢，有了是吗？是这边吗？看起来不是哦，喵喵仓库在这里啦，白痴哦。好，看看哦，下绿地哦。欢迎来到喵喵仓库，我是这一次的宣传大使夏绿地。由喵喵商会的仓库总管沃尔浩斯将仓库改造成奇幻仓库哦，大家可以将专用的水晶球交给沃尔浩斯，并来进入仓库，并在里面探险哦。里面似乎埋着一个特别的包裹。还藏着一颗寻宝水晶哦，从杂物堆哦，在这个里面是吧？水晶球碎块，水晶草，所以它就是前期任务先给你，等一下。金块，其他东西好贵哦，我的天哪！今天水晶草今天真是挡路，草丛这个吗？啊，水晶球碎块。挡路，挡路，不是啊？你所谓的挡路是怎样？这也应该是过不去对吧？
哎、欸，对，过不去。挡路我。怎么办？到处都没看到哎、欸，这个吗？哎、欸，对，好扯哦，这东西挡路，然后就挡在正中间，也蛮屌的啦，好像有点神奇哦，哎、欸，嗯。这样就好，你有材料也可以自己试试看哦。需要有20个水晶碎片，一个赋予属性的原料，原料可以跟露拉拉买到。OK， 黄金水晶球。那哎，满了，直接满了，靠杯。所以它就只是一个让你去寻宝的活动，是吧？其实也没有说寻宝，就是小活动而已啦。使用寻宝水晶进入奇幻场，哦，这个才是正系是吧？哦，波纹水晶，哇塞，是去打吸血鬼吗？好，我来看看哦。哦，又是这个场景，熟悉呀、啊。就只能拿三个是不是？草，等一下，三个而已吗？蛋流，笑死，背包直接满呢、欸。嗯，需要对应的水晶球，我不是还有吗？对，我还有一颗啊。来，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我看看哦，这一次选这边的吧。都是强化卷轴小礼包，我觉得可以。然后还有一个是黄金嘛，黄金寻宝的，来看看黄金水晶球。可是背包好像快不够用了，是吧？哎、欸，还够用，还够用。文，黄金是奖励比较好，是不是？看起来没有啊，高没有，没事，对不起，没有什么高级，不好意思。这里还可以开启仓库哎，好猛哦！是怕那个背包不够用吗？好了，先出去好了。哎、欸，还可以开杂货店，为什么要开杂货店啊？是可以打怪是不是？等一下。这个仓库还能打怪啊、欸！酷哦，差不多就这样。这个东西来看一下，它有五个，谢谢，全部都是战利品强化卷，好扯哦，太扯了吧！好啦，然后它除了就是仓库探险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心烦意乱的骑士哦。巡逻骑士皮娜、哦、都是那些喵喵发酒疯四处作乱哦，好可怕哦！收集神奇的啤酒是不是？哦，被喵喵喝完的酒瓶，酒疯。
哦，已经拿到了，所以不用再选了是吧？然后还被吐猫球跟抓脸，靠呗，好扯哦！我看到你活跃的表现了啊！好了，那我看一下哦。世界王肥喵哦，然后这个是就是他活动期间内每天十点跟晚上十点都会有那个世界王出现哦，然后这个可以去打看看，对，啊，基本上因为我最近真的比较忙，所以应该是打不了了。超级肥猫召唤卷轴，这什么东西？这三小，这是猫吗？这到底是三小？这不是猫吧？这已经不是猫了吧？好扯哦！然后它只有加1%闪躲值，好吧。好了，那好 ，OK。莫名其妙拿到一个奇怪的猫咪了，这是猫吗？那不看起来不像猫啊，靠北。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艾尔兹，不是艾尔兹靠北，干，哦，头痛。好了，今天星夜神话就到这边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就下回再见啦，大家啵啵。我扯哦，到底谁会想要这种东西啊？长得并不好看啊，靠北，好扯哦。